挑战一天只吃麻辣小海鲜，并且每样只吃一口，是什么体验 ？Later， 先来嗦一口花甲粉。过瘾指数99分，再来一串小龙虾，能不能一口秒？过瘾指数99分，再来第三款，这个是扇贝粉丝，粉丝扇贝。来吃一小口，过瘾指数95分。再来吃第三款麻辣小鱿鱼，来一小口。过瘾指数95分，再来吃个鱿鱼须。过瘾指数99分，最后再来喝杯小草莓汁。好了，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